觉像是在短短这一辈子不断投胎，每次进到一个角色里面，如果够深刻的话，其实你会分不出来到底是角色重叠到我自己，还是是我来建立那个角色。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角色的完整度的话，我能进去的其实也到某个程度而已。很像一个快的赛车手遇到一台快车，你就可以跑出最快单圈，随遇而安。我常常也在想，如果没有进这行，我要干嘛？因为你现在跟当时自己中间势必经历过很多事情，那一定会有很多不同阶段的自己。我觉得应该是努力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，但你会遇见什么，会发生什么，有一点天注定的感觉。唯一自己能掌握就是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不太能熬夜什么。